这是进门的员工吴嘉文。你是小太阳。这是阮公司的营运长江宏杰。你是小鸽子。小鸽子哪不是当个小太阳？我的人生可能都拢活在黑暗。在故事的女主角小女孩，就是嘉文对吧？经过遐尼啊侪年，伊个我欠小太阳一项物件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炮啊声。妈，山顶透早甲暗时的温差较大，你衫爱加穿寡啦。等下吼要去永兴医院讲合作案，你免烦恼，我伫咧。杨哥要问你的，是要问讲，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面对张正浩？受到影片的人是王张正浩，应该知影是谁传的才对啊。真相早就已经清清楚楚，藏在暗中。张正浩，原来拄只安那要回去房间，都是因为你伫内底。甲永兴医院去婚宴的代志，这合作案啥拢我唔知。彼阿母都甲你讲过啊，敢讲你拢袂记啊？所以你就给吴嘉文来参与这个计划。我偷偷问嘛。喂，吴嘉文，你这个狐狸变成啥啦？腹肚内底囡仔上要歹是查某，到时若占着你的个性，大汉了，唔知阁要害偌济人啊！你要安怎讲我不要紧，卖看到我的囡仔，这么大声哟！你去诱拐别人的查甫人嘞！你先大声声啊！以后咱就免再过这种遐尼矛盾、痛苦的日子。我要让你坐去你当树顶。你还不跟我讲？你只有讲好就应该的一切，你才会知影讲你要跌到底是啥。只要你点头，以后咱就免再过这种遐尼矛盾、痛苦的日子。我答应你，坐去当树顶这位。光圈。